喂 ，Hello， 九九文叔 come in 啦！我哋今日嚟到尊宠兽医诊所喺太子嘅，咁隔篱咧就系资深嘅兽医做 Cherry 啦。如果你睇过第三集，原来好烦噶啦，所以即刻讲新嘅产品啦。咁唔系新嘅，其实系我觉得新啫。咁因为坊间我哋比较多知道防牛痹嘅就系 Frontline Plus 同埋 Revolution， 咁但系仲有一啲比较少啲人讲嘅。係呢、這個就係 Authentix 啦，咁又同 Frontline 同埋 Revolution 一樣，都係每個月滴頸嘅，仲遮住自己個樣，遮住個樣啱㗎啦。咁就每個月滴頸嘅，咁佢呢一個咧係可以預防失牛痹同埋蚊嘅，蚊都得，蚊都得，但你千祈唔好攞呢一個就當係心絲蟲預防啊嚇。咁同埋咧呢一個咧係絕對唔可以用喺貓上面嘅，因為我驚有陣時有啲主人有貓有狗用錯咗啊，咁就會好大鑊噶啦。咁就都係一樣每個月滴咯，咁就都係沖涼前後兩三個鐘呢個就已經可以滴得噶啦。OK， 即係話如果因為有啲可能你都係會用滴嘅，不過你嘅 Frontline Plus 或者 Revolution 咧，你都可能滴到純咗啦，佢已經冇乜效力咧，你就可以考慮下呢一個產品 Aventix 啦。咁就好啦，我哋咧都係嗰句啦，有啲人就好介意滴啲毒藥落去嘅，咁就所以我哋跟住咧就會介紹一啲唔係毒藥嘅其他嘅方法嘅。啊唔係，我哋仲要介紹多一隻毒藥喎，等陣間先啦，拜拜。